早安，大家！现在是星期五早上，大概8:10左右。然后，因为大家知道嘛，我现在在无锡，然后换了一间隔离酒店。那这个隔离酒店有一个很大的落地窗，采光超好，然后视野也超远的，所以我超级喜欢坐在这个玻璃前面吃早餐。我觉得跟上海比，还是上海的丰盛一点啦。这里就是简简单单的，你看，像水煮蛋，然后一个炸芝麻或是红豆的球吧，然后小笼包跟一些咸菜，然后再配一碗小米粥，跟一个牛奶。但是坐在这个阳光下吃早餐就是很开心，给大家看一下外面的风景，跟我的邻居 say hi 一下。我每天要假装我自己在跟他们吃早餐，嗨邻居，假装有个人跟你一起吃早餐，不然隔离真的很无聊。OK，我要赶快来吃早餐了，等一下8:30要上班。今天来破戒一下好了，看起来很好吃哎！一直看到猪排，然后还有这个卤肉，蚂蚁上树，然后面筋，但这餐热量真的超高，超级想破戒，把这个白饭倒到那个汤汁里面去吃，一定超好吃。好纠结啊，很便当店的味道，没有特别好吃。然后萝卜。萝卜很入味，但是蚂蚁上树吧，还是炒冬粉，感觉这个就是大陆这边煮的特别厉害的一个东西。牛啊，就是特好吃。其实整体来说，他们的便当以一天80块来讲，大概多少钱？80、320。所以早餐加午餐加晚餐的话，这个便当可能也要100块吧。700块这样来讲，很丰富我觉得很划算了。我真的超级不会用筷子，你看我手，我筷子一定是错误的指法。从小被念到大，但我还是不会用筷子。时间到了，上班。每一次上班上到下午都会饿，现在都会吃这个，是一个叫做 Carmen's 的一个澳洲牌子吧。然后它是protein bar，然后里面是 no artificial colors or flavors with roasted nuts，然后 gluten free，所以它相对起来比较健康啦。但是它的热量其实也不低，一个也要大概200卡左右。它有很多口味，我记得我那时候买了四种口味吧。OK，我买了咸焦糖花生，然后椒盐黑可可、大豆，
然后花生优格跟奶油饼干这几个口味，我觉得超好吃的，我下次一定还会再买。但是网络上说，如果肠胃不好的人吃多了会一直放屁了，I don't know，但它真的很好吃。现在是晚上10点，我自从上班之后就是大概10点就会睡觉，然后早上7点起床，今天就差不多结束了。没错，我现在日复一日就是过着上班、吃饭、睡觉、运动这4个循环的生活，所以 that's pretty much it. Good night.